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观看韬光的视频。今天万代终于公布了波峰水门 Naruto 99版的这个详细情报。这款新素体版本的水门全高约16厘米，和卡卡西是一样的。配件包含本体一个，五种表情分别是微笑脸、张嘴微笑脸、怒吼脸、父爱慈祥脸以及咬四代目苦无的表情。其他配件呢，还有五种替换左手、四种替换右手、四代目苦无一把，以及 Naruto 99版本的螺旋丸一颗。这款新的波峰水门的形象来自于《火影》全世界人气角色前20名的插画，水门呢是以第一名入选的。根据官网介绍，新波峰水门最引人注目的斗篷采用了软胶材质，不会干涉到可动，也做成了随风飘动的造型，可以摆出有各种跃动感的 pose。这款火影四代目官方售价为7500日元，约合人民币374元、408港币以及1622台币。紧接着五月的鸣人和六月的小樱将会于2024年的七月以通贩的方式发售。怎么样，你对这款波峰水门感兴趣吗？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。喜欢火影也不要忘记订阅韬光，我们下期见。